就越容易被信念所缚。人之一世，唯有情字最伤人。今生是我情尽愧对于他，来世我再陪伴于小人。亲戚姐姐的事让我想到了好多，其实有很多的心事心绪都是难以言表的。其实家里长辈小姐去世之后，我就跟我堂姐相依为命了，她就像母亲一样对我无微不至的，可是他现在求我凭他我出来闯荡江湖的目的呢，跟亲戚姐姐是一样的。